娱乐吹水不抹嘴。你们做刚才那一系列的审美挑战是为了什么？爽咯，人家做我就做了，爽吗？爽，我做到其中一个嘛，其他太潮流了嘛，这叫潮潮流啊，丢脸啦，我这么多脸更应该要丢脸了吗？这样我也更孤立，我三个做不到，是想出来的那种无聊东西。这个是真的是好身材的一个鉴定标准吗？你觉得挑战成功就是美丽吗？我不认为咯，我不觉得咯。你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你成功吗？你我每个人的人体构造不一样的啦，就是有大有小，有宽有细，有大有小。所以你们不觉得挑战成功就是漂亮，就是耶，我有受了。这个要看医生怎么讲。纯粹是一种玩的咯。玩。我们男生的角度啊，那你觉得男生啊，你们有在爱女生这样子玩这个挑战？做到的话你就给个 like 吧，大家会炫是不是？我也是这样讲啊。没有啦，就 OK， 做到的话 OK 咯，就没有给我一个 like 先，我做到一个，给一个 like， 像我们没有 like。OK， 这样女生你又怎么去看这种那些女生又玩这个挑战？无聊，我其实真的很无聊，就是人家做这个东西，你就跟着做点。有什么意义呢？有意义的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觉得我还蛮喜欢，如果我挑战到是一个光荣哎，然后叮就发光，就是一个光荣，还有证明 A4 腰哎。我怕会造成反风气哎，就是人家拼命减肥哦，做不到就代表不美喽，这样如果是这样的定义，这样的定义啊，这有几八千人做到吗？做不到只是代表你腰不够小吧，没有不美，美还是美啊。我想 Adele 喽 ，Adele， 要美丽啊，美丽啊，美丽啊，胖一点嘛，你知道张 A4 纸吗？三张，马上走了。挖不到啦，没有可能啦。明显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有些有啦，可以啊。没问题啊，可以哦，真的是。这是个 XN， 我两张还有，哎，还有剩。要旁边打横啊。哇，不能嘞，手断了。接力赛。左手是，左手这样。